大家觉得这四个律师谁最好打交道？我自己选的话，我会选择那个诉讼领域的王趴，就是那权益合伙人王昭。对，他问的很细，你既往在什么地方，哪个领域，具体案件。对对，你这种深度，你被他你不经问的，其实每个人都不经问的。那成长，你想谁带你？哦，我跟姐一样，就那我觉得他就比较，首先他是四个里面官最大的，官最大的。哇塞，这个评级方法我第一次听说，在律师里面评官是最大的。他因为是什么无限权益什么律师？陈震的思路我已经懂了，他有权力欲望，我非得不过这一点，而且记得极为清晰，无限权益合伙。在这里面有谁的之前可能印象不深的，现在杀出重围了？我在这一轮对詹秋怡突然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，因为在一开始他整个面试的过程，包括他来到律师事务所，我都觉得这个孩子他完全是一个给人弱不禁风的感觉，那小惊恐那种，对，被吓着的状态，就甚至我都觉得他能有多大的能力扛住这个即将面对的挑战。但是我觉得他在刚才说核心竞争力的时候，只有他一个人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竞争力，学习能力。而且我坚韧，我能够扛住压，我觉得这一点让我对他的这个印象有改变。对，和我很像。怎么呢？去到任何地方都就感觉拿什么碰什么都是错，很警觉是吗？像个小兔子是那种感觉，所以就干脆就不知道，就问就等，就尽量不去做任何事情的发起点。